女神 IU 常常透过 YouTube 频道和粉丝们分享自己的日常。在她最新上传的影片中，竟然惊喜公开了自己的房间。由于是在个人房间拍摄 ，IU 需要自己架镜头、调角度，过程中不止镜头歪掉，画面也大曝光，让她直呼好崩溃，手忙脚乱的样子逗乐大批粉丝。IU 也邀请弟弟入镜，两人一起组装乐高玩具，中途还模仿起超航韩剧《财阀家的小儿子》中的重点角色陈会长，姐弟俩的搞笑日常真的太可爱啦！你来我干嘛干嘛？你们中间讲嘛？아니야그렇게한거아니야네이래봐부모님네가而 IU 的房间布置当然也引起粉丝们好奇，虽然房间并不大，但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偶，温馨的风格让人直呼根本就是公主房。不过仔细一看，画面中露出一小角的床垫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原来女神 IU 睡的也是皇家床垫海思腾，正巧跟大 S 汪小菲家的明星床垫是同款。没想到一个小细节马上让画风大歪，不过也令人更好奇 IU 的房间全貌，太期待即将播出的完整版圣诞 Vlog 啦。